嗨，大家好，我们今天来到了，不要笑，我们今天来到了锦江乐园。锦锦锦锦，然后开启我们愉快玩耍的一天了。今天终于不是迪士尼了。Go go go！ 距离上一次来已经是六七年前了吧？是啥时候来的？哦，那大概有十年了吧。我只记得以前我生日的时候。哎，不太记得了。反正很久没有来了，感觉变化其实不太大。一点都没变。一点点吧，就多了几个项目，挺好的。你说那种飞蚁会不会烫屁股啊？飞蚁肯定会烫屁股。我们现在第一站是要去做峡谷漂流。哇，要把你送到这儿。哇，太幼稚了。啥呀？人家叫观光车，观光车。那我给你到了一个。哎嘿。算是排队了，我等待。那我今天穿的是很舒服。可以啊，舒服一点。你好可爱哦。视频吗？嗯。我们感觉像是回来了，没事儿，坐的时候可以撑伞吗？淑女的自我修养，撑伞。你小心啊！你好休闲。我小心一点。啊！好痛啊！好痛啊！哎呀！不行，被溅到。哇！你知道睡觉最恐怖的就是在里面一大，我的屁股要烫了。没事，红了吧？在水里。我在这儿呢。我觉得我手机都快飞掉了。冷静，像我一样。不要打。你听到水声了吗？哇！屁股。屁股好痛。保持优雅的面部管理。你把你的脸露出来一点好不啦？好的。你也你也。哇，这个脸好毒啊，越吸越毒，要掉下去了。不会不会，下去了。这个帽子也该走啊，一起来。哦，好的。你好可爱哟、哦。想比个耶，但是不敢松没事的，一下。哎呦！只要保持你手里不要掉进去。我人差点受不住。手很稳，人快僵硬。哎呀呀！哇！哎，没有刚刚那圈烫。还好。我被水溅到了。哎，你刚刚有一秒镜头超美。保持优雅，漂亮美。哈哈哈哈哈哈！你在扭秧歌吗，宝贝？大概是因为我太滑了，快上去吧。来，哦！我要上。你刚刚那一定很美。哈哈哈哈哈！兄弟都笑不会笑了，我都不会笑。刚刚你正好凑近我，然后我又凑近你。優しいいらぬ
사람들빡빡한생활엔휴식도필요해눈치도없이찾아오는야근과예고도없이가야하는회식도그냥我拍个照我现在在树上各位一起爬树吗给你拍张照就是注重仪容仪表各位太容易晕妆你看眼线都没了你看眼影已经变成一条缝了测了测这边的，这边。然后这是这个笔拿的，美女的修养。好了，手放下。哎呀，这个。好了，不要。我们现在在做这个不知道什么东西，看起来很幼稚的感觉。你好急啊！对，而且好急哦。当当心哦，打进去！哎呀，你抓着我的手，抓着我，抓紧！就是用这个，看我的头发飘逸程度，可以感受这个。比较刺激吧，也不能说是刺激。一会儿你拿着这个玩那个飞车，来，我试一下，我可能做不到。那个比这个吓人，人鱼荡秋千的那种，就吓人吧。人鱼荡秋千的那种。夜の街で夢を見てた。だからね、君がくれた記憶を捨てちゃうよ。握りしめた手を離すと戻らないよ。いつか僕の姿が消えてしまった。